应该很多人知道，在这个洛克菲勒中心，这边会放个圣诞树，然后他们会有个点燃、点亮，不是点燃，点燃是把树烧起来，点亮圣诞树的一个这个传统。那这个传统的起点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他怎么描述这一件这个起点这个故事哈，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好，所以其实是因为在那边盖这一个洛克菲勒中心的这些工人们发起的，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看他这边英文怎么说。So construction workers line up for pay beside the first Rockefeller Center Christmas tree,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1931。所以这边就给你一个小算是个标题。所以这个照片里面就是工人们排队在领薪水。OK，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圣诞树旁边发放他们的 pay， 他们的薪水。所以 they line up for pay beside the first Rockefeller Center Christmas tree。所以那是第一个被立起来的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那洛克菲勒中心，我们也稍微学一下这个英文怎么说 Rockefeller。OK， Rockefeller Center 这样子。那反正他是一个信，好，所以一个信 Rockefeller 的人这样子。好，然后。点燃的部分则是 The lighting of the Rockefeller Center Christmas tree, a spectacle that's been a holiday tradition in New York City for over 80 years.、这句话不太是个句子、所以我猜他可能这写的有点 sloppy 一点，但无所谓，我们看一下单字。所以它就是一个大家会去见证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一景这样子，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 spectacle。 OK， spectacle， 所以点灯仪式被称为是一个 spectacle， 大家都会去看，都很棒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 holiday tradition， 已经超过了80年。Though the first official ceremony was held in 1933, the tradition actually began on Christmas Eve 1931. 所以虽然说这个正式的这个 official 的这个典礼是在1933年才开始的 ，OK， 但是其实传统是从31年就开始了，所以也就是两年前就开始了。So the tradition actually began on Christmas Eve, 1931. 补一下时间的副词，就时间副词子句再多你一点，给你一点概念。So when workers on the site put up a 20-foot balsam tree and decorated it with paper garlands, a string of cranberries and a few ornaments as a symbol of hope and optimism. 所以这边结束，时间副词子句。所以1931年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当这些工作者啊，这些工人们 ，so the workers on the site put up a 20-foot balsam tree. 所以他们就立起了一个20尺的这个 balsam tree 的意思，其实就是我刚找了一下哈，其实就是圣诞树的那一种杉树。OK， 那个杉哈，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杉树这样子。然后他还强调是香脂的，我也不知道香脂是什么概念，但总之 balsam tree 就是哈圣诞树的那一种树别。然后用 paper garland 来去decorate 它。什么是 garland？ 这个 garland 这个字就被理解为是花圈，所以用花圈去挂在上面 ，paper garlands 用纸做的花圈。以及还有就一条条的什么东西呢？那个他们会吃的那蔓越莓 （cranberries, strings of cranberries）， 以及一些其他装饰品 ，and a few ornaments。所以 ornament 也认识一下，就装饰品。OK， 当作是一个希望以及乐观的一个象征。So as a symbol of hope and optimism。然后接下来他们布置完之后就排队来领他们的薪水。So the workers then lined up to receive their paychecks. 所以这个 paycheck 就是我们讲说薪水，就通常那时候用那个支票的方式支付给你这样子。那就是被一个工头来去分这些薪水，所以逗点后加下去 distributed by a foreman standing behind a wooden crate. 所以他站在一个木头的一个箱子的后面，这边好像就看得出来，的确是这个状态，一个木头的箱子。他站在木头箱子后面发薪水，派薪水给这些工人们。这个照片就完全给大家看了这个画面，我觉得就很棒。OK， 好，然后再看下去下一段，就开始说了一下这个当时盖 Rockefeller Center 其实是一个很适当的一个时机点，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大恐慌哈，经济大萧条，所以他就盖这个东西来雇佣大家，好，等于说给大家一碗饭吃的概念，
所以这里再读一下 The construction of Rockefeller Center began 应该讲 began 了 on May 17, 1930, 所以是在这个传统的前一年开始盖，5月17号 took place。 哦，对不起，这里这边好像这不是它的动词，对不起，我看错了，它的动词是 took place 的 took。 OK，所以他这边用了一个被动的，好像是，所以他的 begun 用成是过去分词，算了，放过了。OK， so begun on May 17, 1930,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st year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所以是在这个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美国在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二战前的，还是二战后啊？应该是二战前吧。好，所以在最糟糕的那一段时间中， during the worst years， a time when 64% of building trade workersin New York City were unemployed。 所以在那个时候，好，就是就是建筑工，好，这些 workers 64% 是没有工作的， so 64% of them were unemployed。 Rockefeller Center was a major employer and it's estimated that it provided employment for 40,000 to 60,000 people。 所以他当时是一个很主要的雇主，那根据估计呢，他当时提供了4万到6万的工作机会，这样子。So that's great, all right. 然后，所以根据他的这个网站上说的，这个树呢，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以及反映着世界各地正在发生什么事。So according to the Rockefeller Center website, the tree was from the beginning a gathering place and reflection of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around it. Yeah, 很有意义，我觉得。但我也大概前几周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好像。这个以巴冲突哦，就好像有人聚集在那边，然后去抵制这一个点燃圣点亮，我又讲点燃干，点亮圣诞树的这一个 ceremony， 蛮遗憾的，我觉得。不过如果说你是一个从就异教徒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可能会很不爽，为什么你庆祝的是圣诞节，而不是你知道可能是回教的 no 那个与什么斋节或什么干嘛的呢？不过这个东西扯不完啦。你说美国虽然说，理论上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地方，我们顺便讲一下，就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OK，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翻译成中文就是政教分离。好 ，state 就国家 ，church 就教会，所以国家跟教会应该分离，所以在宪法里面写的。可是现在美国人一般不是这样认知的，他们会觉得 we are a nation founded on Christian principles， 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是以一个哈这个基督徒的一些原则或者教条去建立的，但事实上这是不是他们宪法上写的，所以很多人美国人事实上是非常 ignorant， 包括很多很多政治人物，所以现在美国跟基督教就扯不开，分不开的一个关系，所以那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很 OK 的，但我相信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不 OK 的，所以说去 boycott 这个圣诞节的圣诞树的这个 ceremony。 不过我们再想深一点点，圣诞树其实并不是基督徒的东西，说实在的，所以说会不会圣诞树圣诞节的概念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浓密的宗教色彩的呢？所以是不是 boycott 它就没有太大意义？好，这个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只是我看到他们去 boycott 这个 the lighting of the Christmas tree，我看的是觉得蛮难过的，说真的，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一直保持下去。那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教徒，你都可以来庆祝这一个好点亮圣诞节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有点扯太远。Anyway， 那今天这一集特辑是圣诞节献给大家，所以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